我叫 Lisa， 我在今日假日做了39年，咁我的 position 咧就係依個 assistant manager。咁我最開心咧就係喺依間酒店咧識到好多嘅客人，咁嗰啲客人咧都變咗一個變咗係我嘅朋友，咁啊次次嚟咧都揾我找我 serve 佢哋，咁我覺得係非常之開心。